这是来听什么呀？哎呀！这个饺子真好吃。妈妈起来了。你有空，我去吃吃。你去哪个地方？妈妈，我说的小土。小，你那懂。今天我们要去游泳火三明治。我们先把牛油果捣成泥，加入香蕉，搅拌均匀，加一点柠檬汁，mix well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早饭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早饭是 light breakfast， 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你找一下 breakfast 里边有包含 letter A 的，好不好？嗯。这个像不像一个苹果？嗯。那苹果怎么讲？Apple。嗯，然后呢？你吃一看这个苹果里边有什么？它那是绿包。嗯。有什么？Avocado。Avocado， 然后再找找还有什么 A 吗？嗯，这个。这个是什么 ？Almond。对，还有吗？喝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juice。是什么味道的？是不是 apple juice？ 嗯。apple juice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吃了三个 A， 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吃早饭，goodbye bye。